好，我们再看这个成长修行啊。持师后呢，周流诸山间，搜寻三教经书，孜孜不倦。八九年间呢，参师21处，印证50余人，闻九宫山、湖北通山县南有隐士，即往访之，乃为其师赵富阳。好，再来哦，这边哈、哦，这个朝北斗万华山，那上面那个图片呢是这个，这个应该是那个斗母元君，好，道教的斗母元君的图哈。那么呢，富阳呢，这个师父问他说：“其别后慈心应物，何得何失？长月历续玄风颓密，罗珠艰苦，求师指示。”富阳曰：“君子穷于道未穷，通于道未通，道被我生，何忧穷通？若委实忘形，安能免世俗之妄念？匪类之忌哉！遂以天仙大戒密授之。别师后隐居华山多年。清顺治12年（1655年）秋，北上至北京，挂当灵，这应该是灵佑公啊，应该是灵佑啊，这打错，灵佑公。”是全真道主庭北京白云观，在明末李自成破北京之后呢，好、哦、已经破落了，好，那么只有一个叫做余信的居士住在里面，好、哦，我们很难想象白云观哈、哦、变成这样子哈、哦，那么余居士呢就请这个王长业住在白云观任方丈，4年3月呢奉旨说戒在白云观，开堂说戒3次，收徒弟1000多人哈。哦，陶守贞号静安，黄守元号赤阳，分别呢先后入于门下。晚年之后呢，先后南下到南京的隐仙庵、杭州的中阳宫、湖州的金盖山等地收徒传戒，再到湖北武当山收徒传戒，度弟子慎重。19岁的龙门全真龙门派逐渐复兴，被后世道士誉为龙门中心之城。卒后赐正道一高士，他在南京收徒传戒，后裔有说戒记录，碧愿堂经或称龙门心法二卷，既讲修炼次第，又讲修炼方法，提出入道学仙需按皈依三宝，忏悔罪业，断除障碍，舍爱结缘，戒行精严，忍辱降心，清净心身，求师问道，定慧等持等20个、啊、最重要的心要，依次修行，并须延迟出征终极天仙3种道器，以戒定慧为渐进之机，其内观修炼法标榜无相法门，反对抗相修行，或是居于炼化精气的金丹命数，认为只要了性不愁命不利、啊、所以我们之前讲的经书都是说性命先修性再修命，跟他讲的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你的练性功夫不够，你想要去闭关，想要进去，去好，这一次去武当山，玄天上帝很慈悲，也是给我这个当头棒喝，因为我一直想说回来，我应该要进去关一下，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关一关看会不会瘦一点，那时候去大陆爬山很累，然后玄天上帝啊很慈悲啊，先老师说你去扣108个，他才要跟你开口、哦、真的吗？好，我就去扣，扣完了头上又转一个包、哦、老师玄天上帝说什么？他说他跟你讲你心性不够，再做2年，这个功果也不够，2年之后再进去，不然你进去等于是白进去，而且会偷偷溜出来，不会成功这样，所以玄天上帝叫你不要浪费时间。哇，玄天上帝慈悲，一句话让我少掉700多天的时间，不要在里面耗。他说你进去没有用，他这样跟我讲。他有跟那个蔡师兄啊、妙明师兄交代很多东西啊，很慈悲这样，交代很清楚这样。然后又跟老师交代那个老师的使命，老师有12年的时间，12年。可能从今年就算了，12年的时间，他们会有几个人陆陆续续进去，有几个也会有一些成就什么的，大概有讲一些这样。
那么大陆的大部分都是很年轻的，啊，二十几岁。那老师说会有两部分，啊，两个阶段，啊，一个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的，啊，心性够的，他就会修到一个不错的，啊，地位。啊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二十几岁的小毛头，但是老师说，我们不能等他，因为他们还年轻，他们还有三十年的时间可以慢慢搞，我们不行的。所以玄天上帝说，这个年长的哈，要修的要赶快修，因为老师十二年的时间还在啊，辅导这个道行，所以赶快修，好，修到就是坦得啊。但是还有一部分会成真的，大概是还要三四十年。小毛头他们，好，我听到我就发现说，哎呦，那不是那不可以玩的嘞，那个我们怎么可能等他们二十几岁修到跟我一样，哎，五六十岁，那我不是变七八十岁老灰啊，老 Coco 啊，对不对？好像仙佛在排这个盘哦，是，他不是给你看十年的，他是看啊五十年以后的，而且这个以后大陆兴盛是靠这些年轻人去传的，他们可能其中就有一个会到白云观讲这个东西，而我们一个是古人的啦，老灰啊的，所以大家赶快修哈。那玄天上帝很慈悲，讲很多很多东西哈。啊，回到这边哈，感谢这个玄天上帝慈悲哈，让我不用在那边两年时间浪费哈，可以赶快做哈，做多少算多少。那么他说，只要了性呢，不愁命不利，所以你一定要心性功夫够，你才有办法进去闭关。啊，那像之前师兄他们一定有一定的功夫才有办法进去啊，那不然的话没办法，都不容易。那么呢，尤其反对呢，透过炼精化忌来求这个确立延年啊，是就是要长生不死啊。他反对这个，他认为肉体就是要死的，不死的只有真性法身啊。就像老师刚才讲那个三种异生身哈，那个都不是肉体的，那个，都是灵性的。所以呢，延生不是要确立延年，不是长生不死。这个所谓的长生不死是万劫不坏的真性。哦，就是所谓的一生生的啊，亘古长存的法身。若说如来亦有灭度的时候，老当这个就是老子，好，老子也有飞升的时候，色身纵游千年，就算你一千年不死的话，哦，子名为妖，呵呵呵，这叫讲的多，你就是妖怪，你不是大哈，哦，对，讲的太好了。法身去来常在，朝闻道，夕死可以。所以老师在大陆度一些人，有些人很好，他说，老师，我看你的脸看起来皱皱的，老老的，你应该没有得到，得到的人应该是永远都不会死的啊。老师说，这种人永远都不要修道了。这种人，他现在二十岁讲这种话，他等到八十岁的时候他都不会讲这种话，人都会老的，因为他没有啊，没有看开，心性不够，就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啊，很难度他。好，开坛说戒喽。为了加快这教部这个，教派发展的脚步呢，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，王长运率领弟子詹、孙、少守、善等人长途跋涉，南下到江苏的茅山、南山、浙江的杭州、湖州金盖山和湖北的牡丹山啊。那么开始开坛说戒，收了大批的弟子，许多呢原本是正一派的名山呢，都开始改成龙门派了啊。成了全真龙门派的丛林，在王长岳的努力推动下呢，已经沉默了四百年的全真龙门派开始出现了空前的蓬勃发展的景象。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九月九日，王长岳以衣钵受弟子赵守成、刘宋就过世了。那么呢，徒众呢将他安葬在白云观西边的偏殿。康熙皇帝一听到之后呢，就这。这个旧应该是那个，那不是这个旧了哈，应该是打错字，那是这个，那是这个旧吧？那个救命的救还怪怪的。好，旧正这个报衣高士之号，那么降旨呢，主享堂塑法像，每年祭日遣功自祭啊。所以现在白云观里面呢，还有这个王长岳真人的这个雕像啊，我还没去过白云观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啊，你可以去走一走。那么王长岳宗教事业的成功呢，是得力于他遇到了改朝换代的大好天时啊，得力于他占据的金丝白云观可以，啊，这个是大陆人写的，这个我持保留态度，但是我是把它念一念哈。他说他可以成功是因为有这个朝廷的帮助了啊。那后面这个讲的比较好哈。
同时也得力于他本人灵活的处事能力和深厚的道学修养啊。他的高寿将近160岁啊，得力于他的修道思想和修道实践，在很大的程度上符合科学精神，符合生命活动的规律。好，再看修道思想。黄长业认为他的三坛大戒就是佛家的戒定慧啊，出征。好，这上面有一个王长月的修行所啊，在图片上看到这个啊，就是他修行的地方。戒呢，讲的就是戒这个字。那么终极戒呢，讲的是定。那么老师呢，他上这个解生秘经啊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，在这个第六品就在讲这个定啊，就在讲定了啊。然后在第七品讲地波罗蜜，就讲到慧了。好，所以其实佛道是相通的了哈。那么他批评这个世人五花八门的修炼法门哈，有这个纯思观想，莫朝上帝于三天，或以念度寂忧，超拔阴魂于九地，就是做法会哈，或以呼神招降，佩服转以号真人，或以提气开头，运精气而称妙道，或奉诵经文而勤劳礼拜，或炮制丹药而救病疮，或炼石炼符石以望飞升，就希望吃丹药可以飞到天上去啊。或效阴阳而行采取啊，这个就是男女的那种啊邪术啊。或房中顶气呼吸，以神运增添而延伸揭秘。或顶如沙火抽铁，以烧炼毛云而布施立功。或以身体衰残报金丹之道而代传于有福啊，等等等等等啊，以上这些哦都是盲修瞎练，唯有戒定慧这个降伏身心意的功夫才是无上至真妙道啊，这很好。他说呢，修真之法呢，归根结底就是要六根六尘扫净，五脏五欲安和，使主人常住灵台。这个主人指的就是神。使主人常住灵台，就是《黄帝内经》所说的精神内守之意。只要用字不分凝神气血，栽培主气，温养先天，治虚极，守静笃，纯一不二，神畅无极，极而太极，自然智慧光生，云阳来复，如此常清常静，唯灭动心，不灭造心，则深可言。但然空心，不宁有心，则命可保。这个蛮深的哈，这个可能要让老师来解释哈。好，这都是他的心法哈。好，后学只能用念一念的哈，还没到那个功夫。好，293页哈，道教的领悟。人都生活在现实之中，要面对一个环境，都有不可或缺的需求，包括物质和精神的。那么怎样才能让人既入世又超然，既全入道又修仙道呢？王长月认为，这里关键是不可以着相。他说，人们之所以常常着相，是因为常常真幻不分，受到爱缘的牵扯，爱名声、爱地位、爱钱财、爱风花雪月、爱歌舞美人，都有无穷无尽的妄心爱缘，蒙蔽了人的真性，并使而产生无穷无尽的烦恼。要扫除所有遮蔽在心理上的浮云，重现明朗的信天，只有舍绝爱缘一个法子啊！舍绝爱缘四个字，一切大小金出之物，一切远近眷属之人，就是包括你的亲戚朋友啊，就是你的亲人啊，一切内外邪正是非之事，一切圣贤儒释道三教，连儒释道这些所有的东西啊。一切经书文献典籍的道理，一切天地阴阳造化的妙，一切神奇玄幻的术，一切精微灵宝群真道路，以至于名山洞府啊，像我去的那个云光洞啊，天宫圣境，以至于七宝八珍、河图龟瑞，以及自己身心的五脏六腑、死神精气、山河大地、草木禽兽、昆虫，如是种种，永远不可以对他们心存丝毫的执着。他说：“清净心与上德不得，是不执着也。”
啊，这样写得很好。那个有点像我们接下来老师要上的这个身见啊，要把身见拿掉。上面这个是武当山的十八盘王的这个十八盘的这个图片，很漂亮啊，我也去过了啊。那么这个图片是黑白的。实际上去一趟是会吐出来，因为那个路是会绕来绕去的啊。它的照片是很美啊。好，按善德不得，出于老子三十八章。不执着就是不着相，就是舍绝的爱缘。然而舍绝爱缘是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那么怎么办呢？王常惟认为，唯一的方法呢，就是要用戒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思想。他把地呢比喻为家。把戒呢比喻成回家的路，把慧比喻为主人，把世间万事万物万境万事比喻为客啊，有点像是那个客尘烦恼啊。之前我们上过客尘烦恼啊，陈乔龙尊者说的，一切都是客尘烦恼啊。那么呢，他认为只有经过这个戒，这条必由之路，才能回到定这个家，才能生出慧的光芒啊，才能得到大彻大悟。才能置身于世间万事万境万事之中而不被牵扰，而且还能从容应对，游刃有余，能应万事万物不被万事万物黏附的，能转世间万境不被世间万境黏附的。这讲得太好了。那么王常惟强调明心见性为宗旨，以戒定慧为路径的修行方法，对于道家特别是龙门后学有很大的影响。清代道教圣地金盖山云朝支派诸师都遵循着王常惟的学说。好，他说不重法力神通，长生不死，唯练性存心境啊。我觉得这句话太好了啊，这句话也很适合我们台湾的道教的现象啊，都比较注重这个啊。那么呢，这个西竹就是印度的啊，心中大师沈一丙说呢，天仙心学既无卦爻，就是没有卜卦。又无斤两，彻始彻终，唯守无念两字啊，没有念头啊。得厌与否，付诸东流，念死得一焉。只从闭愿谈经入门，唱道真言和乐律堂语录等著名的丹书，也都深受王常惟修行凡虚的影响。如乐律堂语录。它里面说，上品当法，以神入于虚无中，不着色，不着空，空色两忘，久之浑然融化，连虚无两个字也用不着。即使现在看来，王常惟高度重视心性修养的学说，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。好，这边讲到那个，我整理那个《解深秘经》呢，里面有十个空，啊，十个空这样，一个是。见空，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着空，什么空？就最后一个空很好笑，我会写一下。那最后一个空是什么空呢？最后一个空叫做空空，空空。所以我跟老师说，我们是空空境界好高哦。以前人家都骂我，你竟然空空，有人家这样讲，我说、哦、感谢你。最高境界叫做空空。好，什么是空空呢？就是刚才讲的这句话，连虚无两个字都没有了，连要空的东西都没有了，哦、就是所谓的空色两忘、哦、都没有了，打成一片了、哦。在佛的境界有十个空，空空是最高的，哦、所以以后你要让你空空到，你要感谢他、哦、好。Taoist Masters is a manual of Taoist training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 popular novel. The Taoist Sages 七真史传第一回卷上，连贫困偶失彻也。好，咱今麦要讲这个七经书传哈，这个七经书传哈是咱电视与网路弘法节目。
道场即在家里，让您透过电视与我们一同修真。弘法节目急需您的赞助，我们的划拨账号是户名陈文宪，邮局代号700-244-1440-06-11010。全真仙宗道场坤元观，地址桃园县平镇市环南路二段27号6楼，电话03-28-11154。